们最近就是有一组商务客过来，是外国客人过来，然后我们最近还蛮想要准备一些，就是台湾的一个小吃招待给他们。我方便跟你们订个10个润饼吗？好好，四位。季亚，你带谁来？啊，不是啊，饭店的那个经理，他问我们说我们有可以卖他10份吗？他说他有美国的那个商务客人，他们要10份。太棒了。等一下先出10份吗？对，就是给他们。姐姐，我们出了一个问题了，就是那个我们面皮好像开始变硬了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就活络起来变软？因为空气是有空调的，有冷气的。OK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，晚上见，救命恩人。你要跟他调情，加10步。等等等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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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要发现。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？就是把面皮因为太厚了，把它改单一张。嗯，好。单张红包。OK， 包完了之后，十个人然后送去油锅里面煎一下。好，你热一下油锅。可以抽出来，可以抽出来，因为抽出来这边比较少。我们可以选择把它炸过。坚固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加热，它里面的淀粉会再一次收化。煎的是不是不可能的？因为它这就是在我的口袋名单，真的是出状况了之后，我就赶快看赶紧动作，然后我就冲出去了，赶快跟饭店的那个经理他们帮忙，很感谢他们。好，还不错。来，剪刀。那个是食物剪辑。我要这样，没有剪，等一下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好吃。你好啊，这个帮我们订30位的这位大功德主，因为我是跟你参详一下，是不是会当讲吼？卖传统诶，我们用煎的，然后这个润饼给你吃，你觉得 OK 吗？啊，我们 delay， 你要跟他道歉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不是，啊，我有淡薄 delay 吼，希望讲你会当谅解安尼吼，唔茫讲靠钱啦吼，不是，因为阮做可怜的啦吼，多谢多谢。可以，他说可以，给30份。啊，谢谢你。可以送10份了。